1935年9月，国民党军调集大量军力，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展开进攻。挺进师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，他们会采取怎样的破敌秘诀来打破敌人一次次的围剿？又运用了什么策略让挺进师突出包围，站稳脚跟？挺进师第二集正在播出。这时斗争经验丰富的苏玉和刘应知道敌人即将反扑，马上会有新的围剿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对手换了。挺进师在国民党阜新地区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，如后院起火，让国民党当局惴惴不安。浙江省当局的喉舌《东南日报》宣称，浙江素称平安之区，自溯流窜浙后，匪化已经波及全省。以目下形势论，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、江西之匪，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，前途实堪可虑。鉴于浙南位置的重要，蒋介石决定成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。1935年9月，国民党集中了正规军32个团，约6-7万人的兵力，连同地方武装，号称40个团，由蒋介石的嫡系第18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，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。第18军清一色美式装备，其人数是挺进师总兵力的40倍。粟裕知道，挺进师已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。9月21日，挺进师在龙泉上田召开紧急会议，史称上田会议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粟裕亮出了他的破敌秘诀：敌进我进。为什么提出敌进我进呢？是吧？因为开始在井冈山时期是提出来的是敌进我退，但是他这里提出来敌进我进，就是因为现在游击根据地非常的小。立住脚跟。9月24日凌晨4点，粟裕、刘英率挺进师主力300余人前出南下，向敌军迎面开去。趁夜色掩护，在国民党第18军和第67师和第11师的结合部隔湖偷渡龙泉西，跳出了罗卓英苦心经营的包围圈。这时挺进师运用的就是敌进我进的游击战术。得知挺进师主力
发动的第一次清剿，让我们失去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，但粟裕、刘英和广大红军官兵并不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。虽然我们失去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，但是根据地的民心还是向着红军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。毛主席说过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。突出包围的挺进师主力来到了浙闽交界的浙南地区，这里远离浙赣铁路，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，群众基础良好。于是粟裕、刘英决定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另辟浙南游击根据地。1935年10月5日，粟裕、刘英率挺进师在福建寿宁县境内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。此后在闽东独立师的配合下，挺进师开始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。它的五面刻有星星，没有什么含义上的区分，只是加密的信息代表自己人，而空的那一面则表示军情失望火急。调令上盖了两方印记，第二方印记是中空面印记，表示军情紧急。调令中夏鼎泰的夏是指福建的夏普，鼎是指福建的福鼎，泰是指浙。
1936年6月1日，两广事件爆发，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实施反蒋。蒋介石急调清剿部队入湘防御，形势开始对挺进师再度有利。挺进师我今不考虑兄家丁，家长呀是某呀，慢慢的。见到我们来拍摄挺进师，吴玉竹老人很激动，唱起了小时候红军教他的这首歌谣。吴玉竹所在的泰顺县三魁镇芦篱村是革命老区村，粟裕、刘英都曾在这里留下过战斗的足迹。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印刻在老一辈的村民心里。这个人在俺的姑娘好哦，小孩也走这么大的那个正当模型呢。将来家走得太安全一走给你了。是不是真好呢？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一夜，挺进师官兵就地露宿在街道边屋檐下，并没有打扰老百姓。第二天清晨，当老百姓看到睡在湿漉漉屋檐下的红军队伍时，喜出望外。这一天，红军官兵除放哨警戒外，分头到贫困老百姓家里去为群众挑水扫地。人民的军队为人民，老百姓不拥护这样的军队还拥护谁？这样的军队不得民心，谁还能得民心？当时呢，挺进师的子弹员绝大部分都是江西人，我父亲是瑞金人，大家知道和温州的语言相差很大，我父亲那时候就下决心要学会温州话，以便宣传我们党的政策，以便做群众工作。我父亲经常用鱼水关系来教育广大子弟兵。那个时候他说，我们是鱼，群众是水，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。而此时的国民党为了清除浙江地区的红军游击队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想出了很多办法，建立保甲组织，推行联保联作制度，胁迫当地的壮丁配合国民党军队剿匪，摊派劳力，强制村民并村撤居，把群众赶往山外，惹得民怨沸腾。自古以来，决定战场胜利的因素有很多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等，兵力和武器装备压倒性的优势，无法成为国民党军打败挺进师的决定性力量。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虽然人数少、武器差，却始终牢牢掌握着决定战场胜利最关键的因素——民心。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，国民党军到最后也没弄明白。1936年9月，风云再变，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，立即转身策动对南方八省游击区的清剿。1936年12月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。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政策、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，然而他仍调集六个主力师、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，共43个团，对挺进师进行第二次围剿。
由湘军出身的刘建绪出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长官。挺进师在粟裕指挥下，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，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、异地而战的打法。你要我的山头，我要你的后方。1937年1月，国民党军开始向泰顺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。泰顺军民配合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展开了反围剿斗争。1月底，刘英、粟裕率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挺进师部队，在泰顺丰文村整编部队、训练干部，并重建红军第19师。就在红19师成立后的第6天，国民党3个团3000多人分数路前来进攻丰文。地处浙南游击根据地中心的丰文，周围奇峰林立，山高谷深，小气候瞬息万变。粟裕和刘英决定利用有利地形，采取打伏击的策略，诱敌深入，伺机歼敌。1937年2月6日，丰文战斗开始。敌人利用武器装备和人数的绝对优势，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。继而，后续增援部队陆续赶到，挺进师主力部队主动撤离。由于通信员迷路，挺进师2纵队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，四面的敌人陆续向他们包围过来。进退维谷间，富有戏剧的一幕发生了。山上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雾，突然来一个雾，就山下呢都倒下来，都看不见了。都看不见了。哎，这时候呢，咱们悟道起来呢，刘英同志呢说了那好，这个就是呢，那雾呢拥护我们呐，咱们就是保护我们呐。支队长于龙贵果断下令，悄悄撤离。部队沿着一条干涸的溪坑向南冲去，此时距离敌人只有100米左右。听到行军的脚步声，敌人吼道：“哪个部队的？跑什么？”于龙贵听出来是闽北口音，于是让闽北籍的战士回答：“自己人，共匪跑了，快追！”敌人信以为真，并没有开枪。红军一口气跑了10多里，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圈。然而此时敌人从南北两方面陆续赶到，两股增援部队隔着大雾都以为对方是红军，于是双方互相猛烈开火，形成了狗咬狗的局面。打了将近1个小时才发现是自己人，上当了。泰顺丰文战斗是挺进师在闽浙边区与敌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。挺进师不仅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，而且也在第二次反清剿期间有力打击了敌人。这一路征程磨砺了我们的坚韧，这一番风雨更添了弟兄的信心。茫茫大山中有我们扎根的营地，山高密林地有我们伸出的旗帜。向前进，向前进，百战不回，奋勇前行。向前进，向前进，为了人民解放，初心是你，初心是你。1937年上半年，国民党军加重了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摧残，挺进师迎来了3年游击生涯中最为艰苦、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。在水、食物、医药物资都极端匮乏的情况下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将如何走出困境？
敬请收看《挺进师》第三集。